爹，四叔，三叔，二叔。哎，大哥，怎么回事？我让他来旁听的。六传厅不能进女人呐。吴家爷爷当初建六传厅的时候也没说过，女人不能进啊。他来能干什么？端茶倒水也轮不着他呀。吴家想要做大，人手乃是第一，所以我想让他多听听，多看看，将来也许能够独当一面。哎呦，大哥，这再缺人手也不能用女人呐，大哥。周莹有三分的机智，五分的天分，还有七分的眼光，超过许多寻常的男人，没有理由不用。你们俩说话呀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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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此乃小事，啊，不值一提。说正事吧。玉龙泉，白掌柜。老爷，十鸟在林，不如一鸟在手。这玉龙泉的事儿，我觉得应该再商量商量。掌柜，老爷不怕不卖全，就怕货不全。潼关杂品行必须得货品多样。皮货行王掌柜，老爷先卖出手，后卖入手。我看皮货堂今年要早进货，多进货，再多出货才是啊。古装严掌柜，老爷薄利多销，有利就行。我以为该多多招揽客人。既然说变则通，通则存，存则发，玉龙泉这一计呀，我以为多多商量为好。哎，哎，回去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过来。老师，哎，听说了吗？今天六传厅晨会有个新人参加，你们猜是谁？谁？不对不对，再猜。哎，你快点，别卖关子了，快点。谁呀？周莹啊，周莹，想不到吧？我就说他一定行。周莹参加六传厅的晨会了，家族小厮们都在传这事儿呢，你们不知道啊？我可是听说那六传厅普通的掌柜都没资格进，只有独当一面、威震八方的才能进呢。可咱周莹就进去了，这可是咱徐作坊的骄傲。是，那看看看看，走。哎，都出来了啊！来，周莹，来。周莹，哎，瞎叫什么呀？少奶奶，少奶奶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二师哥，你真行，你都进六传厅了。少奶奶，将来要是发达了，可别忘了我们呀。都已经是少奶奶了，还不发达？最近先生都教你们什么了？哎，你先跟我们说说这六传厅晨会到底怎么样？如果你想让周莹接手典当行的生意，好，回见。那你就要提醒他，以后凡是跟典当有关的生意，都让他留意。行。我跟他说说，那别露痕迹。啊，这事儿你们俩怎么看呢？有失体统。遵照您的吩咐，我找了两个人假扮成客商跟胡志存接触。徐青那事儿之后，胡家东院和胡家断了来往，就在胡家生意一落千丈之际，突然两个大客商送上门来。胡志存这会儿欣喜若狂了。可不是吗？现在正迫不及待的要跟两位客商签约呢。哎呀，林老板、秦老板，辛苦辛苦，来坐，上茶。你跟那两个客商说，签约之后先老胡志存两天，然后再毁约。毁约的时候什么都别说。你之后找人放风，就说是吴卫文威胁的。知道了。这样胡志存就会知道，吴卫文不仅要跟他断交，还要置他于死地。客官，您要点什么？把你们店里最好最贵的玩意儿都拿出来。好嘞，客官，您稍等。
客官您看，这是龙涎香，这是何首乌，这是天山雪莲，都是极品的好货呀。全是假货，这黑乎乎的什么玩意儿，愣说是龙涎香，还有这雪莲，这不就是大白菜吗？这何首乌不就是萝卜雕的吗？客官，你可别胡说八道啊！许你们胡做，就不许我胡说呀。有，老爷，这位客官，我们古月胡家在泾阳那是响当当的金字招牌，从来不卖假货。呸！什么金字招牌啊？我说就是人间招牌。胡世存，你见死不救，见利忘义，你女儿不要脸，勾引我女婿！再说一句，哎呀，我再说一句，怎么着？来人呐！来人！扔出去！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胡志存，你跟你女儿从此就死了进吴家东院的心吧！这人是谁？女儿是个丑八怪，给我女儿提鞋都不配。我女儿和吴嫔情投意合，你女儿这辈子就守活寡吧！来人，把他抽腿给我堵上！小子们，你们就看着四爷被他们欺负啊！快来人！哎，哎呦！跟那两个客商说，现在就撤。别胡说！快跑啊！胡志存杀人了！我杀了你们！有种别跑！别让我再看见你们！再下次碰上你们，一定杀了你！交代好了。吴聘这老丈人，真给我们省事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来来来来来，都来。你们这几个小兔崽子，啊，虽说出场晚了点，让四爷多挨了几下，可那几嗓子还是挺有气势，所以啊，赏钱呢是一文不少。他们排队。拿着。哎，谢四爷。拿着。谢谢四爷。谢谢四爷。拿着，谢谢四爷。谢谢四爷。谢谢四爷。拿着，谢谢四爷。哎，你不是排过了吗？哎，你个小兔崽子，我就是蒙人的，你敢蒙我？林老板，秦老板，等等等等，哎，哎。咱们不是都说好了吗？怎么突然变卦了呢？人家都说了，你卖的是假货，我可不敢跟你做。哎，你不都看见了吗？那人就是个疯子，他疯子的话你能信？那个人不是吴家东院老太爷吗？吴家东院人说的话肯定不会错。对对对，吴家东院都这么说，肯定有问题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二位老板，为了表达我的诚意，我再降点价，怎么样？行，干脆我定金不要了。我先送货后付款，只要你们感觉不满意，随时退货。啊，掌柜的，你回来了。哎，掌柜的，你给抬抬眼。讨厌，什么人送来的？这个人又不起这烟台，应该是贼货。哎，这砚台不错啊，这当了多少钱？120两。死当还是活当？死当。少东西要是喜欢这个砚台，就拿走呗。我再随便看一看。掌柜的，这是新出的账。
夫人。孙掌柜，你来的不巧，老爷刚出门。这可怎么办啊？典当行有几件事儿，还挺着急的。要不，我就跟夫人汇报，请夫人的示下。行，你说吧。林妈，我跟孙掌柜说点事儿，你在外面照看着点。是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到这儿来找我！我知道吴卫生出门了。哎呀，这里人多混杂，稍有不慎，我可就完了。我知道，如果不是有要紧的事情，我也不会冒这个险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三元典当行那些事儿，吴聘可能知道了。他知道多少？